中原校队有一位同学跟我们订购一把台湾的五六王 Viscaria， 要搭配正手 G1 反手罗尼亚，这张最近非常红，因为超低特价，一张950，他要上白胶，白胶应该很少，蛮多客人会想问说白胶怎么样弄会比较好。那我们店里一般来讲就是用原厂这种夹子，然后用一般的海绵啊，一般海绵就可以直接上胶了。裁一小段，差不多这种小片的，然后直接夹上去，剪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用这种白胶算是比较水状的，它不会像有一些厂牌是膏状，那个比较个人觉得比较不好上。经典已经绝版了，那量的部分我们通常都抓50块硬币大小，不用太多，因为这种刷多的难干，要等它干比较好粘，粘起来比较平顺一点。差不多50块硬币大小就可以了，然后均匀的把它抹平。等待一段时间干了以后，它的胶水会变成透明状，那种感觉，透明透明，但代表就已经干了，就可以准备粘贴。
50块硬币大小，差不多。用多不一定好，稍微适量就可以了。因为它这个海绵里面会吸收一点白胶，会不够稍微轻压，它一样会出来一些白胶。它刷白胶要快，不要让它起颗粒，那个就代表说刷太慢。平时你刮皮就可以了，等它干吧。那像这一种白胶，它的成膜性还不错。有些人说这种比较好除胶啊，因为有些人要重粘，它要成膜性好的才可以一次全部除起来。对啊，像这种粘性都还算蛮好的。对啊，稍等一下。OK， 现在胶水干了。刚提到说像这个成膜性。成膜性像好的话，就是说它撕起来比较能够像这种一个膜，它这种也会比较好除胶，对啊，像这种有些人说上个两层三层要除，这个都会很好除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OK， 现在换这一面。完成了。对，像这种胶，有需要有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哦，谢谢。